倾家荡产，散尽家财，花了1亿买航母，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辽宁舰，而辽宁舰的前身呢，是当时苏联尚未建成的航母瓦良格号。爱国商人徐增平以个人的名义，总花费近1亿美金将瓦良格号带回了中国，他自己也因此宣布破产。此事距今呢，已经过去了20余年。当时慷慨为国的徐增平，现在状况如何呢？那么这些年，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不光为祖国节省了200亿，也让中国航母少走了20年的弯路。1991年，苏联解体，一艘完成率不到70%的瓦良格号航母成为了乌克兰的家产，并一直停泊在黑海造船厂。由于当时的乌克兰呀，没有拨款支持相关的配套设施，自己无法完成后续的建造工作，无奈之下停止了建造工作，并于1997年对外面宣布出售瓦良格号，应西方的要求防止泄密，拆掉了所有的重要部分，还对关键的地方进行了爆破处理。换句话说呀，这就是一个空壳子。开出的条件呢，也是相当的苛刻的，不卖给国家，只卖给个人，又有5000万元美元的存款证明。1997年，香港商人徐增平得知之后呢，找到了澳门的赌王何鸿燊，在他的大力帮助之下，安排好了一切手续。为了掩人耳目，徐增平呢，还在澳门呀，做了一家娱乐公司，对外宣布呀，说购买瓦良格号呢，是为了建造海上的娱乐项目。徐增平山东人，自幼呀在潍坊长大，退伍之后呢又经商，于1988年创造了创绿集团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产业遍布金融、船务运输、建筑设计、酒店、体育多个行业。他还清算了公司的总账，带上了全部的身家和50瓶上好的中国白酒，为实现亿万国人的航母梦，马不停蹄地奔赴乌克兰。看到了那艘庞然大物后呢，他更加的坚信这就是祖国最需要的航母了。他知道乌克兰人喜欢喝白酒，于是呢找到了项目负责人，天天是吃饭送礼。为了尽快完成这次交易，在一次宴会之上，更是以10分钟喝光了6斤的白酒的神勇，赢得了对方信任和好感。最终他将曾经要价20亿美元的价格呀谈到了1800万美元。酒过三巡之后呢，徐增平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对方能够连同设计图纸一并给他，但对方呢是死活不同意，说这呀是他们最高的军事机密。老徐微笑说，我再给你加200万如何，反正你都卖了，留下图纸你又有何用。他心里啊很清楚，如果没有设计图，中国想把航母真正建成，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而对方却是连连摆手，一边赶紧把钱往口袋里面装。当设计图摆在了徐增平面前的时候，他惊呆了，居然达到了40-50吨呢，装了整整8辆大卡车，这将为我们节省了上100亿的研发经费，更是让我们少走了20年的弯路。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呢，对方呀却毁约了，说上级安排拍卖，价高者得，马上煮熟的鸭子呀就要飞了。徐增平想，绝对不能让别人得到，他立刻装备好了各种资料。拍卖会上没有人高过徐增平的出价，最终呢以2000万美元交易成功。此刻他恨不得马上把航母送回祖国，为了避免再生事端，连夜把图纸送上了回国的专机。接下来只需要把瓦良格号的船身运回国，由于动力啊系统已经被拆除了，只能使用拖船来拉。本来预计是在60天拉回中国，但是因为呢有些人见不得咱们的好，在经历着无数个狂风巨浪的生死考验，在爱琴海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晴朗的天空啊风云突变，船队呢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海上巨浪，造成了多艘拖船绳索断裂，航母呢在海上失控了，横冲乱撞，最后好在所有人齐心协力的努力呢，才将航母呀控制住了。船队的7名外国船员在这次事故当中受伤，而且有一名希腊的船员牺牲在风浪中。希腊对中国的帮助我们并没有忘记，在后来2009年希腊发生了债务危机的时候，中国义不容辞的为其提供了15亿美元援助，购买了7国债，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
中西两国的友好呀，也经过了这次互帮互助呢，变得更加的深厚。话说回来了，船队从风暴中脱险后，继续一路西行，进入了广阔的大西洋之后呢，继续向南行驶，经过了非洲西部的加纳利群岛，绕过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向北前行到印度洋，随后经过了莫桑比特的马普托，穿过了马六甲海峡，抵达了新加坡外海。在2002年2月12日，在经过了15000多海里，瓦良格号终于驶入了终点站中国大连港。抵达之时，徐增平啊宣布破产了，对外说他实在是付不起大连港每日的停泊费用，只能抵给国家。随后国家对其进行了改造，实现涅槃重生，更改为辽宁号。您看，如今我们的祖国呀欣欣向荣，前进的步伐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我们能造航空母舰了，还要建造更威猛的航空母舰。徐增平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商人，以实际行动倾尽了所有，助力国家发展壮大。我们要学习和弘扬他的精神。徐增平在购买航母之后，便接着从零开始打拼他的事业。基于原先的基础，各行各业的朋友呢都帮助于他。最后呀，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祝福好人一生平安，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万岁。历史上的乌拉那拉皇后有多惨呢？那么死后她又究竟埋在了哪里？为什么清朝史上没有过多记载呢？这里呢就是那拉皇后的埋葬之地。乌拉那拉死的呀非常的悲惨。那拉氏也就是如懿传里面的如懿，其实如懿和乾隆在现实中他们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绎的那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乾隆皇帝最爱的是富察容音，在富察容音去世两年多，才无奈之下把那拉氏晋升为了皇后。但是他们两个感情呢一直不太好。后来到了乾隆30年，也就是1765年下江南的时候，乾隆皇帝和那拉氏在江南闹了矛盾，结果皇后那拉氏一怒之下就剪掉了她的头发。而当时皇后剪发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只有皇上驾崩了，或者皇太后薨了，皇后呀才能剪发以示哀思。所以那拉氏剪发，他就等于在诅咒乾隆皇帝死。所以当时乾隆皇帝赶紧命福隆安把那拉皇后送回了紫禁城，之后被关在了翊坤宫。皇帝为了羞辱他，吃饭呢不让他用筷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只有畜生吃饭才不用筷子。他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为他求情之时，还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训斥，上去还踹了一脚。不仅如此呢，当时乾隆皇帝在关着皇后之时，还收回了他4份相册宝，有贤妃的、贤贵妃的、皇贵妃的，还有皇后的，都给没收了。从此之后呢，他什么都不是，在冷宫呀就熬了一年。那么一年之后呢，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打猎，当时八百里加急把消息传到了乾隆面前的时候，说不好了，皇后薨了。可是乾隆皇帝呢听到这个消息啊，根本呢就没有一点悲伤的表情，淡淡的说知道了，简单埋了了事吧，说十二阿哥永基你回去给皇后守丧去吧。按理来说应该守百日丧，可是刚守10天，乾隆皇帝呢把他给调到了圆明园去了。那拉的后事呀该办还得办，乾隆皇帝说了不能让那拉皇后呀以皇后身份去下葬，因为她生前是行迹风靡，有辱皇家颜面，要让她以皇贵妃身份去下葬，那别人也不敢吱声啊，就以皇贵妃身份呢给她下葬了。按理来说皇贵妃呀她应该呢准备一些好的棺材，做上等棺材的木料，可是乾隆皇帝呢给她用了最普通的杉木做了棺材，她还没有单独的地宫。所以说当时这个皇妃或者皇后在去世之后呢都应该是生同眠死同穴的，应该呢和乾隆皇帝呢共用一个地宫。可是乾隆皇帝一怒之下没有让他和自己去一块安葬，直接把他塞进了我们身后这个纯惠皇贵妃的地宫之内。当时妃子呀他都有单独地宫的，但是他却没有，被塞进了别人地宫成了一个借宿，而且呢放在了次位之上，这也就算了。乾隆皇帝呀还不让后世子孙来东陵的时候呢给他设置牌位，逢年过节来谒陵也不让放贡品，而且什么都不让放。这乾隆皇帝呢还命人把他的所有画像全部找了出来全部毁掉，而且还抹掉了那拉皇后的名字，
关于有关他的任何记载，所以咱们现在只能够看到皇后孝贤的，还有魏璎珞的，其他呀基本上是看不到了。那么当时有疑似这皇后的画像，它也只是疑似，真正的却一张都没有了。这就是现实当中的那拉皇后。其实待一个人最残忍的方法，不是去恨他，不是去讨厌他，而是忘记他。那拉皇后好似在历史当中就没有出现过一样，就说证明了一句话，伴君如伴虎，一个举动毁了他的一生。关注木子，每天为您带来更多的历史知识。您快看，这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妈祖像，它并不是在福建，而是在天津。妈祖文化源远流长，民间呢有种说法叫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妈祖女神曾经是人间的一位奇女子，那她又是如何从一个凡人成为了万人敬仰的妈祖女神的呢？据说呀，能够看到妈祖的人都能够平安顺遂。关注木子，马上为您讲述妈祖成仙的故事。妈祖圣像整体高度是高达 42.3 米，慈祥肃穆，是迄今为止全球最高的妈祖像。底部三层台基高 6.2 米，采用的是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石组成，环面雕刻了14组妈祖生平传说故事。妈祖像高 32.3 米，寓意妈祖诞辰是农历3月23，共用858块花岗岩，整座石像三面环海，巍峨雄伟，又透露着一股女性特有的慈祥，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日夜守护在渤海之滨，接受万人敬仰。妈祖是民间历史人物的化身，而不是人为杜撰而来的。关于妈祖的来历呢，这个民间人物呀，她叫做林默娘，也就是说妈祖是民间林默娘的化身。林默娘本是福建莆田梅州林苑的第六个女儿，林苑官任都检府。女儿出生于公元960年，相传林默娘降生之时，一道红光从西北打到室内，光辉夺目，香气飘荡，久久不散。这个女孩从出生至满月一声不哭，父亲给她取名为默，叫林默。这个沉默的女子从小呢就表现出了她的特异功能，八岁入塾读书，不但过目能诵，还能理解其含义。默娘十几岁时呢，可以看透病人体内的病情，还可以说出别人的吉凶福祸，显得非常的神异。传说有一天，林默娘啊正在织布，忽然眼前出现了父兄在海上遇难的惨状，她不由掩面哭泣。过了一会儿，果然传来了父兄在海上遇难的消息。默娘16岁后更是驾云飞渡大海拯救海难，平日里呢经常为渔民们预报海上的天气变化，使人避过台风等自然灾害，所以当地的渔民都很感激崇敬她，并称呼她为神姑龙女。林默娘21岁那一年，莆田大旱，农民呀困苦万分，当时的默娘已经是能呼风唤雨的神女，莆田县令为解全县旱灾，不惜叔尊降贵，亲自登门请默娘为全县百姓祈雨。默娘欣然应允，设坛祈雨，告知县令壬子日申时降喜雨。果不其然，申时一到呀，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倾，百姓欢呼开心，都说默娘是通灵神女。可是默娘28岁就离开了人世，家乡人建造了死祠来纪念于她，希望她继续护佑渔民的安全。后来渔民们祭奠默娘之时，都亲切地称她为妈祖，也叫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就这样，林默娘化成了妈祖，成为了极善良、无私、慈爱、英勇于一体的女性象征。据说能够看到妈祖的人呀，都能够平安顺遂、好运连连。今天木子呢，在妈祖前面祝福所有看到视频的朋友都能够平安顺遂、好运连连。您收到了吗？如果收到了呀，在评论区打出"平安顺遂、好运连连"。